大姐夫，哎，你给我熬这个生孩子的药，也得四年了吧？嗯，五年了。太苦了，你说咱爸咱妈也是，干嘛让你天天盯着我啊？还监督着我喝，这就这么苦的药。淑芬啊，这还不是为了让你们家二米粒怀上宝宝吗？哎，那怎么不让二米粒喝呢？那不能让二米粒喝，这药太苦了。我都苦了五年了，大姐夫。淑芬啊，人家二米粒到医院检查过了啊，人家没有问题。大姐夫，我也没问题。那不好说。哎，哎，怎么不好说呢？还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呀，淑芬，这药挺好的，我都已经考察过了啊。这药啊，强身健体，喝吧，贵着呢，这药。啊、太苦了，喝吧喝吧。哎，大姐夫啊，你替我喝了吧。我替你喝像话吗？我药能替你喝，我能替你生孩子呀、啊？你就不够意思。你喝不喝？我不喝，你喝了呢。你不喝，我倒了。哎，你倒了他你。哎。我要不是为了是怕浪费钱，我才不替你喝呢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大姐夫啊，你替我熬了五年的药，替我喝了三年呀。我跟你说，是，其实这药挺好的。怎么呢？真的，这药劲儿挺大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我喝完以后，大冬天我去物业值班，我穿着背心我都不觉得冷。哟，就行，你愿意喝以后你全喝了啊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哎呀，饿死了。哎呀，嘿。松仁玉米，哎呦，这话哎，淑芬，这不叫松仁玉米啊，这妈说了，这叫多子多孙。妈就是刺激我呢，哎呀，就是刺激我没孩子，我不吃行了吧？我吃这个，黄豆芽炒黄豆。哎，这不叫黄豆芽炒黄豆啊，妈说了，这叫母子相会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个岳母啊，就天天盼着我生孩子生孩子。你说这菜还改了名了，我吃饺子。饺子什么馅儿？饺子今天馅儿好啊，六种馅儿呢，也有名啊。有大米粒小米粒说了啊，这个叫做身怀六甲。大姐夫，你就跟全家人一起，你就欺负我吧？我不就是到现在还没孩子吗？干什么呀？我不吃了行了吧？我不吃了。顺粉，顺粉，顺粉，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的了？这是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人家这吃个饭还都改成这名，还身怀六甲。哎呀，顺粉啊，你呀也别太着急了，知道吗？这世界是公平的，该是你的肯定是你的，你放心吧，说不定这个宝贝儿正奔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。奔跑吧，兄弟啊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吧，得讲这个缘分。你现在没孩子呢，说明这个缘分还没到。你像你这种情况，缘分一旦到了，你大老板不生是不生，一生生一窝。哎，我怎么还一生生一窝呢？我什么动物啊？我不是我那个意思吧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大姐夫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都明白你意思。啊，哎呀，吃饭吧，我饿了。哎，顺粉，顺粉，顺粉，没事，你等一会儿再吃呗。别等了，我都饿死了。不是你大姐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大姐又去哪儿了？她今天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。那医院人家中午不吃饭呀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不等了，不等了，等一会儿呗。不等了，你媳妇还没回来呢。等一会儿。电话，电话，啊。喂，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哎，老公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、我晕了，我晕了。哎，大姐在吵吵啥呢？她说怀孕了。你刚才说大姐去哪儿了？去医院检查身体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你打回去，打回去再问问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哎呦，我大姐怀孕了。哎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不高兴啊？心情很复杂。不怎么了，大姐怀孕了是好事啊，你干嘛那么不高兴？我们没做好要孩子的准备啊，我们没要孩子呀。再说我们一直采取的措施呢。哎呦，他还没做准备，你没做准备，你大米粒都怀上了，我跟我媳妇儿都准备了六年了，我什么都没怀上啊。
哎呦，哦，都我明白了，还我们家孩子奔跑在路上，那是跑丢了，跑你们家去了。还一生一窝，我就琢磨呀，我属猴的，怎么可能一生一窝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大姐夫他属耗子的，一生一窝啊。春风啊，我明白了啊，中药起作用了，这中药劲儿太大。我觉得也是，我吐出来。吐出来！你管我孩子！我回头我再给 你管我孩子！我回头我再给你煮。你为什么喝我的中药啊？你吵着啥呢？我还没进屋，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孩子孩子，谁家孩子丢了？媳妇儿，咱家孩子丢了啊！咱家孩子奔跑在来咱们家的路上，半道上让大姐夫给劫走了。啥玩意儿？乱七八糟！快，姐夫吃饭吧，饿了。好好好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就知道吃啊！咋的了？没吃药啊？吃了，他今天刚吃完。那喝的是汤药啊，还是喝的枪药啊？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，你大姐大米粒人家又怀孕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你大姐怀孕了，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了？我夸大姐呢。哎呀，你看看大姐，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、大身段，那就是当妈的脸。哎呀。不像有些人光打鸣不下蛋呢。啥意思啊你陈春芬啊，我这一进屋你就一句一句跟谁俩呢？哦，我说我自己呢。我说呀，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。是啊，你是没长一张当爹的脸呢，你长得跟孙子似的，谁跟你争呢？哎怎么的，我说你还冤枉了你啊。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结婚不到一年，人家妞妞就出生了。你行了，闭嘴吧。人家现在你闭嘴吧，你不就是因为没喊你心里不舒服吗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跟你没关系吗？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，亲姐俩，怎么的？人家那块地怎么这么肥沃？你那块地盐碱地啊？说谁盐碱地呢？说谁？起来，大姐夫，我告诉你，钱志芬，我二母一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我没毛病啊。对对对，我让你钱志芬去检查，你检查了吗？我也没问题，我大老爷们儿优良的品种。谁给你定的优良品种啊？啊，胆儿怎么那么大呢？就你长得跟小土豆秧子似的，你自己以为自己能生出西瓜呀？哎呦，我能不能生出西瓜？行了，你别说话了，顺风。二米，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啊，别生气啊，顺风。人家二米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你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嘛，就是，对不对？你是得检查检查去，对不对？万一你那个秧子要是不新鲜呢？就是。全家人都刺激我是不是？我检查什么呀？我检查我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喝药？我喝什么药？我喝药，药不都让你喝了吗？大姐夫，我没想喝，他不喝，我怕浪费了，我才喝。你喊，看见了，这就是疗效。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给你买的汤药，你都让大姐夫喝了。你真行啊钱顺风，我告诉你，就趁你这出，咱俩这辈子都不想怀上孩子，你就学着去吧。你这事儿能赖我呀？阿米，别生气啊。你还赖我？你别说话了顺风。你还吃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你是顺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事儿都赖我？不是，你别说话了行不行？你哪有这么跟他说话的呀？太不像话了，你这是。是大姐夫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这事儿你说啊，全家都替我着急啊，我再不着急我成什么了？我大姐夫啊，还有你，怎么的？你就刺激我吧你啊，还没做准备，没做准备你都怀上了。我呢我告诉你，怎么的？教教我呗。大姐夫啊，你是我的亲姐夫，别的什么方面我都不服你，这方面我服你。你太厉害了大姐夫，为了我们老钱家的香火啊，你就无私点啊，你都传授给我呗。来来来，顺风来，我大姐夫，哎呀，顺风啊，我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跟我说说，正好今儿没人啊，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其实我觉得你跟二米啊都没啥问题，是吧？你们俩这么多年没养上宝宝，我觉得是你俩心理压力太大，太紧张。有关系吗？有啊，这个人一紧张啊，他就不容易发挥，你放松。你放松了，你才能发挥正常水平。哎，还有啊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得融洽，对吧？彼此得好好相爱。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不跟他打架了。我装我也能装得出来。装干什么呀？你得发自内心的去爱他。好好好，还有锻炼身体。
你看你这每天晚上喝大酒，你看这肚子，对吧？哎呦，是。你锻炼身体，你的身体好了，那宝贝儿的身体也好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锻炼身体，早睡早起。还有一个最重要，你说这个中药啊，你必须得喝。现在看来这个中药劲儿挺大呀。太对了，夏教授，你马上给我熬中药。好啊，我不光把汤喝了，你把药渣都给我留着。药渣干啥呀？我晒干了当锅巴吃。那你什么用啊？老公，哎呀，你手机咋还关机了呢？没电了呢。给我，别干了，来，快，你别说话了，你赶快坐着，把鞋脱了，换上拖鞋。啊，你别动，你慢点，你别动着胎气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胎气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我没怀孕呢。哎，啊，这有什么不承认的呀？刚才电话里我都听见了，怀孕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刚说两句不就手机没电了吗？啊，我今天不检查身体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天二姨把她化验单就取回来了，我打开一看呢，猜怎么着？啊，二米怀孕了。二米怀孕了？耶，大姐，你就别在这儿刺激我了，你没完了还。顺风，你咋还不信呢？我这化验单你自己看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你自己看呢，你看。哎呀妈呀！是吗？哎呀，看见了吗？你老婆。街坊邻居们，我怀孕了。顺风，给我欢呼吧。顺风，你要冷静，冷静啊，冷静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米。好的，好的，快，赶快！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啊，有完没完了？怀孕了？你有病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咱家有一个算一个，以后别叫二米粒儿了，啊，就叫严姐弟，爱咋咋地。媳妇儿。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你怀孕了，给我上一边去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呀，苍天哪！陈世芳，哎，扶着我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把这张化验单啊，拿金块给我裱上，挂起来。啊，挂哪儿啊？小区门口。大姐吧。哎，把这事儿宣传出去，一定要让全小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二米粒怀孕了。哎，好，大姐夫，哎，替我们家二米粒高兴吧。高兴。好。以后你们两口子伺候他，就是2017年你们工作的重点。明白。大姐，哎，不光把他的衣服洗干净，要消毒。好。大姐夫，哎，科学的膳食是你的任务。好。媳妇儿，你想吃什么？你尽管说。嗯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。我明白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满汉全席。放心吧，站起来。媳妇儿，休息。摇上。哎，一定。干起来，啥事也别管了，放心吧，啊，有你大姐夫呢，干起来，媳妇儿，啊，干起来，哎，干起来。哎，老公，不对呀，二米粒怀孕，咱俩忙成这样是干啥呀？别说了，快干起来！哎呀，这么冷天，你脱成这样不冷啊？不冷，我现在还出着汗呢。你咋这么大劲头子你呀？可能是中药劲儿上来了。